你係咪做好多投資㗎？我唔使做啊，我係天分嚟。唔係，咁你投資做咩？所以我邊，所以我唔使為五斗米折腰，我又唔使上大陸，又唔使同啲官商勾結，因為我抬棺材自己嘅。我嗰行業叫做 sell employ， 我請我自己做嘢啫。點解叫做抬棺材自己呢？就係、是、如果你死咗，抬棺材自己咧，我一人都唔使靠。咁但係原則上係做唔到啊嘛。你睇我哋個心願幾高，抬棺材都自己，即係連棺材佬都唔請。咁有投資啲乜嘢啊？人民幣啊？咩外幣啊？只要賺錢就投資，因為呢個我哋香港係資本主義社會，我哋係完全 free hand 嘅，所以你係想做乜，只要唔犯法，甚至無灰色地帶嘅投資，你都做得。咁你諗下，你係幾大機會？所以啲人話冇機會，話冇唔夠，上唔到樓或者咩冇錯，你係自己揾藉口嘅，係你冇去 try 到，或者你根本。你的智商不到那裡，那沒辦法，我幫你不到，所以呢，他說愛因斯坦是400多個 gram 的智商上去，我想我是600多，因為用不到的，大家臨死前都